今日真欢喜，咱坐煞到树边啊，煞部长边啊，甲伊同齐来泡沫一本书，甲我熟识足久啊，好朋友足久啊，我会记较早，我伫咧立法会咧服务的时阵，咱大家佫有一另外一个麦克，麦克高，因两个敢若好兄弟啊，麦克跟麦克，我迄阵伫咧立法会，虽然讲因两个较资深吼，但是我若讲有啥外边的场合吼，拢会邀请因两个同齐来。一个讲国防，一个讲外交，一个讲两岸，所以伫咧台北即个外交社群吼，其他国家驻台湾的代表吼，甲阮拢足熟悉，对咱的政策吼嘛拢足了解，透过这种方式，互因搁较了解咱民进党的思考吼，我想咱较早拢有见过咱的咱，较早嘛有看到一款成果，我是伫咧2007年。四月的时阵，再去美国做主理的代表。迄阵去进前，咱无一个民进党籍的这个主理代表，甲迄个蔡部长的情形同款。伊喺伊入去国防部做部长进前，咱无任何一个民进党的人做国防部的部长，甚至无一个台湾人做国防部的部长。我感觉我去美国的时阵，我压力足大个，我头一个。所以我的表演给大家看，证明讲咱台湾人、咱民进党原来有人才。这证明，甲国防部拢一模一样。伊入去国防部了，嘛要证明给大家看，咱台湾人唔是无人才，咱台湾的人的人才就是无迄个机会。咱有机会的时阵，会表现比大家搁较好。我想，伫个过去即几年以来吼，即个国家安全，还是讲国家危机的即款代志，即个 concept， 即个概念吼，对咱来讲愈来愈重要。因为咱看到的过去即五年以来，就是讲咱台湾所面对的即个情形，大环境还是小环境，是愈来愈困难。咱来讲，干看讲小环境就好。就今日有一个新闻出来，就是讲李登辉总统受到民主基金会邀请去民主基金会去庆祝民主基金会十年的纪念。恁会记得民主基金会是啥建立的无？是阿扁啊总统建立的。为什么阿扁啊总统要建立民主基金会？就是因为咱台湾的民主足重要诶，咱台湾的民主是甲其他的国家咧建立搁较好的关系的一个基本的阶段。吼、哦，较早高音乐高大赛。伊较早嘛是伫个迄个民主基金会内底做副董事长，咱透过民主基金会，甲其他国家建立足好个关系，甲其他重要个民主国家建立足好个关系。但是咱看卖啊，咱即个小环境，即、這个民主基金会个创办者，就是咱阿扁个总统，下任了后，就强烈去推。你看卖啊，咱台湾。立于世界的这个最主要的基本价值，咱台湾会当骄傲甲世界讲讲，咱台湾比中国较好，咱台湾比其他国家搁较好。诶，所有上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咱台湾的民主。结果咱台湾的民主即马生做啥货？我想大家心内的这感触，甲我心内的这感触同款。若讲咱台湾这个民主有受到威胁的时阵，咱台湾这个民主。袂赞超较早，咱感觉骄傲的这个民主的时候，我想咱台湾就无法度继续用这个价值甲其他国家建立较好的关系。这是咱台湾上面临上大的一个危机，甲咱台湾国家安全面临上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除了这以外，吼、哦，咱嘛来考虑讲，咱台湾。所面临的这个军事的危机，哦，我想伫个蔡部长这本册内底写甲足清楚的，所以我无要去重复。若讲咱面临的这个危机，哦，是真严重，咱要安怎来处理？我想，这个马政府吼，常常咧甲咱讲，即马两岸的关系较好啊，所以袂相杀啊。
啊，但是咱看实际情形，中国对台湾的这个飞弹的部署是不断的增加，啊，其他的武器的部署也不断的增加。咱台湾要甲其他国家买武器，中国同款搁咧甲咱动，所以咱台湾所面对的这个国防的危机是愈来愈严重。啊，但是咱看咱的国防预算一步啊一步削，一年啊一年减，结果咱台湾即马一当的这个国防预算，去年今年拢同款，咱的国防预算甲新加坡差不多尔尔。新加坡小的国家，伊无外来的威胁，但是因的国防预算都甲咱差不多。咱面对中国遐大的威胁，但是咱的国防预算竟然是甲新加坡同款，所以咱规则就看会出来讲，即卖即个马政府咧处理咱家己的国防是无迄个心的。啊，咱较早伫个政府的时阵，咱变预算变较济，啊，但都叫人谈。所以咱就看出来讲，咱台湾所面临的即个军事的危机，一大部分是伫个咱内部，咱的政府若对咱军事的危机无去重视的话，咱台湾所面临的即个危机会愈来愈严重。啊，另外一项，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主权，台湾的主权是爱靠咱大家来确保，台湾的主权嘛爱靠咱台湾的政府来替咱确保。我唔敢讲，我较早做了偌好，但是较早我若发现讲，中国对咱做啥对不起的代志，要甲咱改名，比如讲咱要参加世界活动，咱本来叫做台湾，还是叫做中华民国，伊也要甲咱改名，改做中国台湾省，还是中国台北市的话，我一定出骂骂到，互伊感觉讲，伊阁继续做落去时，台湾会生气。所以咱有法度透过甲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确保咱台湾无属于中国这个事实。啊，但是最近这几年，我看了我就伤心的，因为所有咱面对中国伫个国际上咧甲咱打压的时阵，咱这个政府是袂讲话，咱这个政府那会交代，甚至咱的政府伊会强调伊讲的话，甲中国政府讲的话是差不多的。我举几个咧，互大家听，譬如讲2009年。奥巴马总统去北京咧访问的时阵，甲中国政府签这个共同声明。这个共同声明内底，甲台湾定义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甲主权不可分割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啊，当然咱台湾看到这爱足紧张的，咱来抗议。但是你知影马政府甲咱安怎讲？讲这是台湾甲美国30年来关系上好的时阵，啊，我是唔知影讲伊个关系到底安怎定义。我若讲我好伫个政府的时阵，我即一定出来抗议，抗议甲美国改变伊的即个立场。啊，只有讲伫个美国的即个官方的代表来个台湾的时阵，阮伫个私底下甲抗议，伊才会伫个第二天开记者会，讲美国政府对台湾的立场无改变。这是咱的讲法。对不起，国民党政府的功劳，像这款代志，一件搁一件，搁一件。若讲咱台湾面对中国甲咱打压的时阵，咱台湾的政府人拢无讲话，国际上会感觉讲咱台湾是接受这个中国的立场，啊，咱台湾的政府就是拢歪讲话，敢若讲中国咧甲咱打压是应该，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错误。我伫个2019年的时阵，伫个5月20日，外交部针对北韩的问题发表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还佫伫个外交部的网站面顶，这个声明内底是讲这北韩啊吼，迄阵有迄、那个把天安舰打沉，击沉天安舰，所有的这天安舰事件。啊！即、这个联合国甲其他国家去调查出来，讲这是北韩的代志。啊，所以真侪国家拢谴责北韩，感觉讲北韩是 provocative 哦，挑衅者哦，谴责，而且要加以制裁。但是咱外交部讲啥话？咱外交部伫个网站明天去过去查，要和平、理性、共同来解决朝鲜半岛的争端。啊，无你看看，这啥物人的话？这中国政府的话，这就是代理。讲的话，
为虾米邓颖博讲的话，咱外交部爱去中国，咱台湾的外交部会去讲甲日本政府，还是甲美国政府讲的同款的话？这不是头一件哦，这嘛不是上尾件哦。伊最近这几天，伊的北韩，大家看卖啊，联合国通过有史以来对北韩上严厉的这制裁了哦。伊的美国、日本对北韩拢有足严厉的谴责，但是。你搁看卖啊！咱外交部长迄阵拄啊伫个美国，伫个厄兰特去接受 CNN 的访问，伫全世界去传播的。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讲的话搁同款，就是讲和平理性共同解决争端。啊，为啥呢？伊伫个美国的时阵，袂当讲甲美国政府讲的话同款的。最近都有一件，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 Hugo Chavez， 伊是美国的死对头。伊对咱台湾是足歹、足歹、足歹。我想，高处长应该都有印象，就是讲，迄阵咱台湾伫个委内瑞拉代表处被迫要关闭，这就是 Hugo Chavez 的功劳。啊，但是 Hugo Chavez 贵姓的时阵，我们外交部很正式的，咱的发言人啊，甲咱外交部的正式声明里面发出哀悼。我实在是无法度想象。咱台湾外交部照讲是爱咱捍卫咱台湾的国家利益，但是咱台湾的外交部看起来，敢若已经变作中国外交部驻台湾的这个代表处啊。若讲安尼的话，咱台湾有危机无？若讲安尼的话，咱台湾的安全有法度确保无？我想这是咱台湾面临一个足大足大的问题。啊，若讲要从这款情形，会当甲换回来的时阵，我想爱靠大家，大家来拍拼。若讲这个政府做啥代志，对袂起咱人民；若讲这個中国对咱台湾有啥刺激的所在，我想都爱靠咱大家。我们要发声，那看看不管是伫个政府做过，还是讲伫个学术界的人士，还是讲咱在座的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发声，咱大家拢来讲出来，讲这个政府做的唔对，中国做的唔对，我想。咱若讲要确保咱台湾的安全的时阵，这就是咱头一步。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讲，伫个2016的时阵，咱就爱知影讲过去这五年政权轮替了后，对咱台湾的伤害是有偌大。咱若讲确定讲这个前提，咱大家拢知影，咱大家拢感觉讲这是机会的话，咱伫个2016的时阵，咱的选择就爱足清楚啊。啊，咱若讲会通搁转来的话，我想蔡部长的这个地位、蔡部长的经验，还是其他这个路线部的经验，我想会通搁转来替咱台湾人民来服务。感谢大家。那边来说总统要冷清仪派这个陈建仁哦，啊后来哎冷清通信仪派李大伟。啊，陈建仁伫两千栋四年总统大选时，伊表现出来，伊感觉跟阿扁袂调吼。啊，有表现出讲，伊呾挖这个连锁方面，所以变成讲，主笔大赛时，啊，会当到这吴钊燮做大赛时，他当讲邀请台湾立场含美国来交涉。我想这是长期以来一个外交问题啊。有人讲台湾的政府官员内底上保守的。应该从外交部和教育部，因为教育部最保守的，啊，所以予咱的教务司、予咱的教育政策足歹来顶当的。啊，外交部也最保守的，啊，所以这外交人员到底咧为什么国家来拍拼，为什么国家的名义来做外交工作，这是予咱感觉最怀疑的所在。所以国家认同要清楚，清楚认同台湾，因是才有可能讲伫外交上为台湾来出声，来清楚台湾的国际地位。我想对这个吴钊燮大赛吼，做美国吼，短短一年的一个主笔大赛时的所作，应该能印证讲，实是国家认同是台湾做外交的是第一个派人到外交去做大赛人，上重要的考察的一个标准。我想咱即摆已经讲到吼，啊是毋是咱来开放吼？开放吼，啊来你讲一下来，来做个啥回应一下，请。Thank you.